哎，我们就接下来真的要继续来节目当中推荐专辑的歌。下面给大家带来的那首歌，要特别推荐大家。下面。对，妈妈。哇，下面对，是要唱《奔驰》这个。就还是这个歌吗？也，对，我还跟大家说，罗大陆最近在拍电影，咱们说一两句，你在拍什么电影？给你个机会推销一下你的电影。我已经拍完了，那个电影名字叫《隔窗有眼》。哦。隔是隔壁的隔，窗是窗口窗，有是有你有你的，丑是隔窗有眼，烟是眼睛的眼。眼睛真挺大。哎，来，那我们大家唱这个吧，奔驰的马，但介绍一下这个歌，先简单的。这个歌就是。就是那个什么爽，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爽流行歌曲嘛，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蒙古流行歌曲。哎，好，为吴达莫给大家带来一首蒙古他自己心目中蒙古流行歌曲，让大家听出来特别爽的歌，对吧？好，来。